玩具 TV， 哇嗱，咁啊上個星期咧，我哋就同大家即係試啲新嘢啦，咁延續到今個禮拜咧，都係攞啦呢個 Nike 七寸啊，就同大家一齊啦，開嚟玩下嘅。咁啊恐怖片呢幾年咧大行其道啦，今次我哋就攞嚟啦，呢、這個應該係當年史蒂芬史畢寶版本，史蒂芬經 ，sorry， 史蒂芬史蒂芬經，啊史蒂芬經第一代，第一代係啦嘅 E 字嚟嘅，冇錯。咁啊呢一個咧就係應該係上年啊，係上年，係啦上年出嘅，咁啊就係一個核突版本啊。我想問咧，佢新嗰個電影咧，其實個古仔係同舊嗰一樣啊，定係係一個 reboot 定係點樣？有啲嘢唔同咗，但係佢有一啲嘢係嘅致敬嘅，所以佢嗰啲病嗰啲鏡頭啊，佢拍嗰啲 time 曲啊，嗰啲手法一模一樣嘅，係啦，比啲鏡頭比例都一樣嘅。呢、這個係緊要的，就佢嗰個敘述手法有啲唔同。佢將一二集嘅有少少劇情，將即係將下半嘅故事拉咗上嚟前面去做嘅，即係有少少倒敘嘅。咁又舊版就真係好平鋪直敍，一路一路講故事咁樣。因為舊版有三集嘅，係咩？兩集應該，嗰兩集三。佢有個係連集連埋一齊版係三個幾鐘喎，好似睇前。嗱咁啊，而家我哋睇到呢兩盒，除咗啦係內容上面唔同啦，特別要留意啦，就係連個外盒啦，你見得到而家我喐俾大家睇啦。哦，係啊，呢、這個係呢、這個特別版嚟㗎。要左右搖。哦，左右搖，上下冇。等我仲傻仔喺度上下添。係啦，咁呢個咧特別版係點先買得到嘅咧？就係嗰間Game Shop 先有呢度。我朋友在日本啊，係特登見到呢個咧，係成條 line 嗰啲恐怖系列，即係譬如Chucky 啊、Freddy 啊、Black Friday 啊嗰啲，全部一次過買曬，哇！滿足咗佢咁多年咧對恐怖片horror movie 嗰份嘅熱情慾望啊！其實你見到呢個系列好難忍嘅，你因為佢七寸，跟住之後佢仲要係講緊兩嚿水嘅嘢，但係佢係一隻公仔。除了配件之外，仲俾三四個頭。係啦，嗱，講就講咁多啦，俾少少後面大家睇，睇完我就即刻開咗佢啦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即係正面跌跌入到屋 feel 啦，即係就咁擺出嚟，你唔會覺得太核突嘅，即係比較入門級啲嘅，應該咁講。呢個咧就真係有個血淋淋版本啦。好核突。係啦，你見到佢特別版就係血版嚟嘅。係啦，佢有個普通版就係冇血嘅。係啦，亦都冇咗係斷手嘅。最堅，我覺得佢啲牙啊。係咯，點解佢成口血係咪咬人啊？係啊，佢咬咗個細路仔隻手，咬咗隻手。所以你見到呢個有隻手啦，呢度有隻手㗎，你見到？係啊。當時個小朋友最中意件黃色嘅雨褸，所以佢手係黃色的。衫、啊，你都好熟喎、啊。我好中意，真係有睇過你兩個。係啲套特別真都有睇過。我驚。我對恐怖片啊，睇完就唔記得㗎啦，因為我唔想記得嗰啲恐怖情節。呢套嘢睇完好開心，佢中間因為佢揾咗 Stranger Things 嗰個男主角咧，係啦，戴鏡好好好笑嘅呢套，同埋佢中間有個肥仔咧，係成日都搞爛 gag 嘅，佢有一幕我記得佢係個肚俾人搲到爆曬光咧，跟住其他人全面冇人理佢，因為另一個人跌斷咗隻手，跟住完全冇人理佢，嗰個一路流鼻涕，但係其他人完全冇人理，係好好笑啊！所以嗱，時間關係，我已經用咗喺下面開哦，開咗喺下面㗎，喺底下哦，我喺上面又開多一筆添，要啊！好，我們現在就一起開了它了，同步。我剛才還特地拿狼人隻爪來開了它，看看懶型的樣子，戒到很厲害的指甲。好，那就立刻開給大家看了，手腳很快，左方。仲有佢呢啲咧，翻嚟係槍盒咧，你可以喺個盒入邊睇啊，挑試得唔得自由選揀，因為有時細公仔咧好多啲歪眼之類咁。同埋特別呢一個啊，呢一個爛面頭啊，恐怖樣，真係即係我諗好多師兄啦都對。仲有驚喜啊！試係，好多男人最中意嘅。小朋友都中意波波，咁多波有一次過有七個波，七個波係啊，同埋佢呢啲全部鐵線嚟㗎，你可以屈曲你要嘅形狀啊。同埋我想講咧，我覺得好中意呢個位啊，佢個波定咧，個粒的啊，同埋佢每一粒的都唔同㗎。係喎，嗰個尾嗰個設計係唔同嘅，唔係啊，我中意睇細位嘅。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幾有限。OK， 好，咁我哋而家就逐隻拎出嚟啦。嗱，我得一個波啫，因為隻船。係啦，呢個冇錯。但係啲氣球好得意，嗰啲氣球係比你想象中重好多嘅。係喎，你拎上手係醉嘅。我拎一個出嚟啦，呢個不如。你睇下嗱，你睇下，而家就拎佢出嚟啦，放手啦。咁啊，講。我驚顏色調亂咗啊！啱。冇人話你嘅。嗱，我呢個咧就有，我呢個就印咗嘅。
有字嘅，係啦。咁啊，你嗰啲全部都冇嘅。係啊，你都做唔到啊，做。因為呢個同嗰個古仔有啲關係嘅，其實。哦。佢本身套戲。好。嗱，先睇個頭先啦。呢個就係我話好核突嗰個。因為我好中意個波。都話你轉攞個翻啦，唔係攞翻啦，你等於要拆成盒噶啦咩？俾你知道我陰謀先。嗱，呢度啲光線有少少勁，我頭勁得就係反啦。我幫你揸，你等我，你咪你噴啦，你咁樣。我啲四個頭。喂，幫我熄緊晚燈啊！要咁樣咧，師傅唔該，熄燈 please。燈光師傅，燈光組，唔該，我哋要熄頭頂嗰啲係嘛？熄左熄左，係咯，熄嗰邊啦，熄。因為佢白色面咧反光反到好犀利。得唔得？我睇下先，因為頭先我試下咁樣啊，咁樣呵，誒得啦，得啦，得，得啦，好啲啦，好啲啦。獵頭族嘅朋友，因為佢要揸翻集波先，好啦，交俾你啦。我琴晚先睇咗鬼修女啊，哦，撚啊，但係有冇睇啊？好恐怖啊 ，OK 啊 ，OK 啦，有少勇者 feel 咯，因為最尾你要封印咗佢咯。哦，勇者。一定要一束的，但我想賓子人拍應該都不會衰到去哪裡、都 OK 的， OK 的，有些位置你 expect 得到，但有些位置是好啦，我這一隻新版本的已經準備好了，自轉一圈給大家看看。我們看那些衫的紋呢，其實真的做得很好，還有他我呢、他那個紋不是紋那麼簡單，他這條褲呢他是軟膠來的，佢真係唔係係硬硬掘咗喺度係咁嘅嘢，同埋呢只都係嘅，呢只都係咧呢條褲位咧，溝褲嚟噶嘛，係啦係啦，係軟膠，我呢樣我就覺得好好做得，即係唔會影響個活動性嘅，係啊係啦，即係真係感覺都覺得係佢件衫啊，就唔係純粹一個一嚿一嚿喐嘅嘢啦，呢個要掹實，咁掹勁啦，好。咁啊嗱，既然佢哋又處理緊嘅時候咧，我哋都睇下佢啲學。嗱呢只咧，反而我覺得玩Nike 呢一個系列咧，你唔係好驚佢跌落地嘅，即係你真係貨粗玩係 OK 啦，可動啊，美換嘅風格啦，佢中間個字都得。呢度係可以轉嘅，佢算係佢係膝頭哥啦。即係以美換嚟講，而家嗰啲可動性咧已經係進步咗好多，好多啦。嗱，特別你睇呢個嗱，我哋側邊睇咧，你睇到佢個關節遮得好好啊，遮得好之餘咧，你見得到一節。兩節、三節，我嚟做手踭，佢用三節。就見到美換會用雙關節已經好神奇。係啊，因為以往咧，你做到九十度已經好叻噶啦嘛。好多時候都未必做到九十度。其實舊 Nike 嘅產品係平均三十度手嘅啫。即係例如你見到 Rocky 啊，或者係 Rainbow 嗰啲舊版嗰啲。嗱，嗰啲就大概咁樣樣已經好盡噶啦。係啊，係啊，所以其實呢啲係好好，即係我覺得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好劃時代性嘅產品，即係成個系列都係一啲。佢哋呢個新 generation 啊，哇！個表情好正，你睇下最恐怖就係開心對住你笑啊！係啊，呢個先係最心寒嘅。你揸翻氣球先，佢做咩？選特首，選特首，咁樣我就咁開心選特首。哇！淨係啲頭已經咁樣先啦，有個窿，有個窿係咪插落去？哦，係喎，係喎，見到啦，見到啦，喺呢度。喺呢度。哇！咦，好，哇，好難篤入去，但係呢度，因為新啊，唔緊要。我哋睇過點啊？嗱，佢呢度咧有一個好似指環咁樣嘅，睇唔睇到？咁你要將呢條鐵線咧要懟入去，佢先可以做到咧兩隻手指拎住嗰個效果。咁而家係啦，我哋唔好深究佢住啦，我用肉體去控制佢呢一個效果。佢舊版呢個咧，仲有架真係指節嘅指線，真係指嚟，真係指嚟嘅，真係指節出嚟嘅。哇！即係好多，真係啲女工逐隻接喎，會唔會咧？女仔都一定係要逐隻接嘅，女仔做工咪叫女工咯。我早排有人發現咗我哋廠係全部都男仔嚟嘅，被發現了。係啊，佢呢度仲有一堆手，點解鬼手啊？家你知唔知點解鬼手嘅？我除咗手套，佢係咩客其中一僆仔嗰陣時啊嘛。哦，即係佢唔係除咗手套，即係其實佢舊版本咧就係佢係即係好似每個人心入邊嗰種恐懼，佢就用嗰種恐懼，即係例如狼人啊、木乃伊啊、病啊，即係各樣嘢嗰啲麻風病人啊，嗰種去嚇人咯。咁新版本就直頭係啲好現代式嘅鬼，即係可能例如佢其中有幅畫係一個好扭曲嘅女人啊，嗰啲真係睇落去好恐怖嗰啲嘢嚟。都係啊！我尋晚睇嗰個鬼修女都係講緊呢個概念啊，即究竟嚇你嗰樣嘢係咩咧？你自己嘅恐懼點樣生出嚟咧？係啊，咁呢個有少少題外話啦。但係我覺得即最恐怖嘅嘢其實只有你自己先知道。
我仲諗住入去睇啊！你劇透哦，少少啫，未去到尾嘅。港版係咪整個窮字喺度？我突然間諗起咧，嗰套韓國電影咧啊，噏到口唇邊有三個死神使者咧。與神同與神同行係啊，佢最驚係恐龍啊嘛。哦，係啊，最尾啊嘛，係啊，係啊，嗱，仲叫速龍啊。真真想笑嗱，咁啊嗱，講到可動啦，喺腳嗰方面咧，其實都係幾優秀噶。先嗱，膝頭哥你睇到都係用雙關節啦。咁由於佢有個即係裙泡泡裙嘅關係咧，所以佢個幅度係受影響嘅。呢個咪好似件腳腕都可以喐啊？係啊，咁然之後咧，你見到佢個腳腕咧個幅度唔算特別大，但係咧有得喐。係啦，你都可以做到，我諗 OK 喎，三十度啦，左右就轉啦。哦，唔係，我意思係個腳掌有冇得？腳掌冇喎，冇得即係就冇啦，冇啦，我驚會爛。咦，唔係喎，有少少喎，好輕微嘅，都有有少少喎，一個斜插，係啦，斜插嚟㗎，斜插嚟㗎，係啊，即係玩開山口式嘅朋友就應該識得玩，所以佢呢只係好唔美換嘅一隻嘢，我成日都覺得應該係即係亞洲人設嘅，佢係有種日本味嘅玩具，但係做成 PVC 嘅感覺嚟。即係個材質就用咗 PVC 嚟搞。係啊，因為你佢好得意啊，你會見到有啲好一比六工藝嘅，即係例如可能佢手嗰幾個關節咧，其實佢係將個齒輪包入套帽入邊嘅，即係呢啲係一啲好亞洲人做一比六嘅模式嘅嘢喺上邊嚟，所以呢幾隻產品係好得意嘅。你換咗個頭嚟試下。好，係啦。你果然知道嚟緊嘅佢哋咧都係會朝呢個方向走啊！嗱，你見其實咧，頭先阿嘉 mention 到啲關節嗰、那個係咯，除咗即係其實三十度嘅，而家佢唔單止用雙關節，仲有咁多配件咧，尾腕都係好少嘅，好少會有啲額外配件，通常俾啲手嚟嘅算㗎啦。仲要咁靚添，仲要咁靚咧，七個波同埋幾個頭咧，其實真係破曬價。有段時間我好想買尾腕，就係、是、覺得佢冇乜配件咧，你抌盒各樣嘢咧，你係好 OK 抌盒。係啊，因為你有配件，你想儲盒㗎嘛。但你沒有配件你丟了它都無所謂，它尾門很多都是吸索卡的嘛，是啦，現在就開始這盒好漂亮，你這個動作很適合，它這個有點像一些舞台劇，是啦，是啦，知不知道這個系列接下來會有什麼？實不相瞞，其實我知道表的，不過接下來也有很多Predator， 剛才有觀眾說很多的 Predator， 其實接下來那個新的 The Predator 就所有角色都我見都有在這裡，這個系列啦，是啦，其實我很期待 Predator 的，因為 Predator 身上的紋理比較多，無論是他的樣子又或者他的甲啦，都我覺得美換的角度去玩會是抵玩一點。這一次他們有幾款 Predator， 有款是 Predator 打 Predator 的嘛，有些 trailer 裡面 Ultimate Predator 是的，那隻很大隻的，那隻一下就抽了出來，是的，接下來都會有的，我來吧，留給我們這些我們這些專業久經訓練的，是的，行強還是有一條角度問題，行與人龍拳，行與人龍拳，除了這個呢，除了 Predator 之外還有什麼？很多美劇恐怖片，其實剛才你說的那集恐怖片啊，什麼 Friday 什麼 Freddy 啊 Chucky 啊，全部都有的。那 Lekker 他本身可能我們覺得他跟電影公司的關係比較密切，他很多 license 可能香港人亞洲區不識的都有一些美劇、反而我想問多一點，其實在做玩具做恐怖的玩具會不會容易過做一些靚仔靚女的？其實很明顯是跟我因為最近做的一些恐怖的東西，其實因為你做一隻噁心的東西是很簡單 的你只要它噁心嘛，但你要做一隻靚的東西，你要所有人都覺得靚很難，因為噁心是很容易大家都覺得很噁心的嘛，所以也都這樣說，大家對噁心的東西的要求就沒有做靚的東西那麼高，所以其實做恐怖的玩具是都挺輕鬆的，還有啲線條比較誇張和明顯，是容易 handle 一點的，即係最難做一個靚嘅後生女，最易做一個老人家或者嗰啲恐怖啊劇情啊恐怖嘅角色咧。咁但係你睇到咧，佢恐怖得嚟或者叫粗枝大葉得嚟，你見到好多細位佢都冇忽略到。即係依個價位200多元咧，其實佢係好用咗好多。哇！你仲我大鑊，做咗戲入邊有冇呢個動作啊？好似冇。冇㗎，就係反咗呢個。驅魔人。下集啦，下集有啦。咁就佢哋就反而啲精細位咧，我覺得佢哋係有一個突破，我自己覺得。比我哋平時嘅美換嘅感覺咧，係真係
即係你玩 Star Wars 最直接嘅啦，一把劍一個槍咁啊完㗎啦。係啊，係啊。咁但係呢次啊真係阿嘉講得冇錯，就係、是、佢用咗好多心機，心機花咗喺啲 accessory 度。咁呢個係真係少有。哇！啲抽波真係好正。係啊，好正啊！啲抽波其實。如果我帶個小雲過嚟嘅話咧，佢拎住係咯，呢個波其實好 OK 嘅。其實啲師兄咧，淨係買抽波咯，抵啦。有乜值？咁有啲貴喎。即係你二百幾蚊，你有抽波有個人，即係攞嚟配其他。唔係喎，嗰二百蚊抽波抵喎，其實你可以做可以做好多嘢。做好多嘢嘅喎，我覺得俾胡迪玩都有排玩啦。係咯，哥哥帶你去。係啦，俾胡迪，俾胡迪玩。喂，俾翻只 Joker 都得啦，又。係啊，佢最衰冇紫色啫，綠色都 OK 嘅，綠色都 match 嘅，俾 Joker。係咯。本來我今日諗住帶只 Joker 過嚟㗎。但係日本六天魔王版本的 Joker、嗯哦、但我唔記得拎今朝，唔緊要，出名。我哋下次有機會。你已經帶咗唔少嘢過嚟嘅喎，今日。好，聽晏就睇得到啦。咁今 part 係咁多先啦，好嘛？有冇嘢補充啊？因為我哋仲有好多嘢啊。冇啦冇啦，我哋要補充嘅就係 stay tuned 啦，好快。係啊，快啲啦快啲啦，下一節啦。OK， 轉頭見。